有败有保庇，无败出大事。你怎么已经在吃饼干？这不是周元普渡要拜拜了吗？哦，对，对啦，是周元要拜啊。可是因为它看起来太好吃，忍不住啊。而且你看，每到中元节的时候，这些大卖场就推出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商，这些商品，哦，搞得我真的超想吃。而且像家乐福啊，他们七月中就开始推出他们中元节第一波的档期，接下来还要抢赚第二波。太夸张了，居然是第二波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像爱买跟大润发，他们的业绩都超好的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耶。你说大卖场的部分吗？对啊。哦、可是去大卖场，我觉得有点懒惰啊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去 Seven 全家，就近买买最方便。而且你看新推出的蒜味肉跟口味，只有 Seven 才有卖哦。而且它超大包的，这真的还只有 Seven 才有。真的真的。像全家的话，这次中元节就有推出一种像这种箱子，你只要买一箱，里面就什么都有哦。而且莱尔夫还有抽黄金耶。抽黄金？对、啊。太扯哦，这些业者真的是很会赚商机耶，狠狠捞我们一笔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收到讯息是说，居然满额还有抽 Apple Watch 哎、欸！满额抽 Apple Watch， 对、啊，刚刚说抽黄金，现在抽 Apple Watch， 会不会太夸张了、啊？这些业者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秀出来的东西还要多。而且啊，这一家抽 Apple Watch 是 Momo， 除了 Momo 以外，还有东森购物啦、乐天、PC Home 都推出超低价的优惠，真的直接在网络上买一买就可以，根本不用去大乐天，它甚至还送到你。家哎、欸，方便哈，这些方便哈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会赚我们的钱啊！你知道我看新闻说啊，中原的商机有300亿，你知道300亿是什么概念吗？我是不知道多什么概念，反正就很多钱就对了，很夸张啊！那也太赚了吧？那不就代表说他们过年过节的时候真的超级赚的业绩吗？那不行，我一定要搜寻他们的股票，一定要让你自己回本一下，不然我贡献超多的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要去投资，一定要记得去拜拜、哦、因为500 五拜出大吉，只要拜拜，股票天天涨停板不是问题啦。这么好，那我先不聊，这下就让我拜拜喽，拜拜。哦哦哦，好吧。